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来学习名词句。我们要表示什么东西是什么或某人是谁时，名词可以用作谓语。我们要在这个名词后面加上 this。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是 this 的否定形。比如、あさです。あ a ではありません。学生です。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春です。 哈鲁德瓦里马森，人名加 this 还可以用于自我介绍，比如我姓杨，可以说 you this。名词句还有一个 deva 奈 this 的否定形式，不是早上，不是学生，我们还可以说 asa deva 奈 t i s g a k s e deva 奈 t i s 但是 deva 里马森的形式更常见，在口语中。 ではありません。可以说成じゃないません。当我们想要明确谓语所说明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可以在前面加上“哇”或“嘎”，表示主题或主语。例如，田中是学生。田中不是学生。学校休息。 学校,は休学校不休息。田中是队长。田中さんはリーダー作为提示助词的“哇”有很多用法，在这个句型中是表示主题，“嘎”表示与谓语相对应的主语，在名词谓语句中，“哇”“嘎”都可以使用。 蛙是最常见的。儿嘎表示主语时，通常有以下两个特殊的意思。当我们寻找谓语名词，明白了答案是主语的时候，比如“わたしが田中です”，用于回答“谁是田中”，相当于说“田中はわ a しです”。“山田玛达が阿ー达です”，用于回答“谁是负责人”。 相当于 li da wa yamada san des。第二，用于知道了某种情况而很吃惊的时候，比如我们在观看马拉松比赛直播时，发现田中是第一名，可以说啊 yamada san ga i c i des。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名词句 nani nani wa nani n i des 的语法特征。首先看名词加 w 的部分。 名词加哇是传递信息的基本形态，表示说话者接下来要围绕该话题展开叙述，或者说该名词是一个主题。二，主语的位置上可以是疑问词，但是要注意使用疑问词时，哇要变成嘎。比如谁是田中？这位是田中。日语的表达要说“ドナだな、タナ嘎サン 可吉拉嘎塔纳嘎桑迪斯，A 中的嘎是助词，接在句子后面构成疑问句，疑问句语调要上升。B 中可吉 g 嘎要用嘎来表示。再来看看谓语部分名词的性质。人的姓名、物体名称、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国籍、天气状况等名词可以作为名词句中的谓语，比如。 こちらは HNNU 大学の大先生です。另外、フロントはこちらです。こちら是長所名詞。この T シャツは2980円です。这里是表示价格的数量詞。今日は2月22日です。日期、星期、时间等也可以成为名詞句的位置。 位语部分、我们还可以使用、何、誰、どなた、どこ、どちら、どれ、いくら等疑問詞。比如、これは何ですかそれは USB メモリです。王さんの出身大学はどちらですか ?HNNU 大学です。位语部分、还可以使用以謀連接的名詞詞组。 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所属，比如 anewa sinjukuguyaksono yagin des，表示内容，如 korewa fashion 的 zazsides，表示所有者，如 sorewa reikusan no bakudes，还可以表产地，如 arewa australia no ningyo des，还可以是形式名词，如。 このデンキシシオはヨコサノです。但是要注意，形式名词 no 不可以单独做谓语使用。名词句中的判断词 this，根据不同的文体，可以有以下几种替换说法。比如这里是东京，ここは東京だ。だ是简体，ここは東京です。です是礼貌体，ここは東京である。 第 a r 是文章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说 watashi wa i d a ga s e da 这样的简体句，它只用于 dakedo dagara 这样未完成的句子表达中。学完名词句的基本语法特征，再来看看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疑问句的回答方式，比如 ano kata wa America no kata deska，那位是美国人吗？ 肯定回答是 hi so des，否定回答是 iye so de wa limasan 或者 so ja limasan iglis no kada des。そう二，两个名词句相连要用 de 来表示接续，比如这是日本的特产，这是韩国的特产，用一句话来表达时要说 kore wa nihon no omiyage de，kore wa kankoku no omiyage des。 N 二是什么？N 三也是什么？要用到助词“么”。比如，田中是公司职员，山田也是公司职员的日语表达是“田中さんは会社員です，山田さん i n this。四，日语中有“私はラーメンです”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个句子的形式虽然是表示什么是什么。 但谓语并不是对主题进行判断或性质的描述，意思是我点的是拉面，常用于点餐的时候，这样的句子被称为慢语句。以上就是名词句的基本语法特征。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お疲れ様でした